次見到晏晝睇 band show 最多人嘅一次。係咪要俾少掌聲自己？It's the first time I see so many people watching a band show in the afternoon. In an open area, yes, yes, yes. 想介紹一下為何我又再回來，其實就是我 Velvet Vendetta 的 Jackie, Modern Children, 排名不分先後 Modern Children 的 Kenneth, 周深和阿水 In Love and Pain 的 Marvin 和秋紅的 Jan, 就大家寫一首歌，就是 for 這個 show 的，就是想大家多一點關心身邊的人啦，或者是關愛呢，其實無論你有幾多嘅理念，幾想賺錢，幾識賺錢都好，人係最緊要嘅。你點樣去照顧關愛你嘅人嚇？所以我哋就寫呢首歌，希望大家可以秉承住 Option 嘅精神。咦？點解會講咁老土嘅？啱噶嘛？係咪先？咁如果大家覺得啱嘅話咧，聽完呢首歌之後覺得 OK 嘅，可以去翻聖門買我哋親自錄嘅一隻碟，咁就花十個鐘。特別要多謝係足質模嘅 Kento 神 ，Kento 神 ，Kento 神，佢幫我哋錄音嘅。咁除咗我哋講緊錄完之外，唱完之外咧，佢自己仲花多咗十個鐘去錄嘢，所以係好值得去家長去嘅。咁大家一陣輪到佢出場嘅時候，俾多啲小掌聲俾 Kando， 記住 Kando。再要多謝 Ida 啦，Ida 呢度係呢場 show 嘅搞手大家有今日咁好環境、咁正嘅地方可以玩到呢場 show， 玩到咁多攤位都要多謝 Ida， 同埋 Max 啦 ，Max 幫我哋做音響啦 ，Radio Dada。幫你全唔係全場直播，但係有直播有錄播。咁如果有啲咩甩漏嘅大家可以快聽下錄音，就唔好聽我哋。我哋擁抱。
支持 Bad Train Organic Life 同埋環保。